去年娶金素颜李尚宇放闪，我对他一见钟情。李尚宇受访大方提老婆金素颜。金素颜、李尚宇因拍剧热恋。去年结婚。韩剧《家和万事成》37岁女星金素颜，前年拍剧时同时爱上同剧38岁男星李尚宇，两人于去年6月步入教堂。虽然金素颜、李尚宇两人都好低调，不过李尚宇近日就忙于为新剧《一起生活吧》四处受访宣传，他亦大方提到爱妻，相当恩爱。李尚宇近日为综艺节目《Happy Together 3》担任嘉宾，当然少不免会提到老婆金素颜。李尚宇就表示，第一次见金素颜时，我就喜欢上她，而我决定接拍《家和万事成》一戏，因为她。李尚宇又指《家和万事成》足足拍了8个月，但他就每日都穿上同一件衫，又笑言可能自己朴素，老婆才会中意我。另外，李尚宇日前接受节目《演艺家仲介》访问时，表示金素颜在演技上帮了自己好多，在家里一帮忙对台词，公开放闪。